你好，兄弟，看需要点啥？你好，老板，哎，你好。你给我看我这个音院到底值多少钱？音乐值多少钱？对，是不是看着漂亮，是吧？真漂亮。但是听家说，应该是不是咱自己收藏的吧？别人送给你了。这么，我跟你说吧，老哥，这个是前一阵子我6级英语过了，俺爸送我的。六级过了，确实有难度。当时因为啥吧，俺爸他可喜欢这个音乐收藏，收藏了各种独特的，都是千奇百怪的，都比较看着都不一样，跟普通的不一样。我也不懂，他给我一个，他说来交给你了，然后叫我自己好好的留着放好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那应该是你父亲啊。这个音乐手账来说啊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有人喜欢大头，有人喜欢龙虾，有人喜欢白的，有人喜欢带彩的，各色各样都有。这就是音乐它的独特的之处，因为每一块音乐、每一块音乐、每一个包浆、每一个流动环境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各色各样。然后说你这个吧，你这个。兄弟啊，说实话，真漂亮。首先啊，先从盒子来吧，这是苹果级入耳盒的，这是皮盒，皮盒的。然后你这个级别是 UNC，UNC 是什么级别呢？UNC 就是 MS 级了。但是 MS 级底板是 MS 级，没有给分儿，因为你这个有个清晰，看到这个没有？这个92的意思是清晰，哦，它清晰了之后，它没有给分儿，它就从 MS 换到 UNC，底板是 MS 级。然后看一下你这个酒精啊，你这酒精发丝，你看你这发丝啊，钢丝发，你看一根一根的都能看到。这个皮盒的虽然说溢价高了一点，但是质量是杠杠的，这个真漂亮。前面你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被我们称为孔雀蓝。哦，我都想问你那个颜色了，我尝了一下，我因为我。当时过的时候，我看音乐都是银色的，哪没见过这样的颜色？是这样的。银色是白色，因为100多年了，银元在流通过程中啊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，有可能它接触到一些铜啊、铁啊，或者土里面啊有什么硫磺啊这些酸之类的东西，它都会产生各色各样的氧化，氧化哦。之后就会产生各色各样的包浆，这就刚才说的，没有一样，没有一块币是一模一样的。你背面的这个叫五彩，这个真漂亮。这个绝对是，如果说你喜欢带彩的，这个绝对是老头的心头好。那给你应该叫你好好保存，你这看价值。我这想出手哦，这一晚要出手啊，你这个我给你估价，这个状态啊，9000上下是没有任何问题。就像啥样嘛，差不多是这样，老哥，我咋敢出手这个？其实是迫不得已了。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，咦，我可喜欢了。然后俺俩谈有几个星期了吧，无意间我跟她聊天，她想换手机了，我想给她换个高端一点的，她喜欢拍自拍，那种。啊，拍照想做好一点的手机，是吧？咦，我想想都激动，我想给他个惊喜，我想，哎，我给他花钱，我心里可激动。可激动对对对。啊！我也年轻过啊，能体会你这种感觉。但是兄弟啊，咱有啥说啥，你这个状态了，卖了可就不好卖了。这确实应该是老头的一个比较喜欢的，送给你的意思应该就是让你珍藏，作为传家宝放下去。你钱随时可以挣，坚持2个月嘛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挣回来了。你要买这的话，卖了这随时很抢手，一出手你就买不回来了。没事，老哥，东西难升万州，你不知道。那天天晚上现在给我回复个晚安，那笑的，咦，你不知道，那开心了呀！啊，哎，做梦都是感觉甜你的。说实话，你已经大叔了，你早已过去那个年龄了，你体会不了。那没中，事，那中，那现中，在兄咱弟，升万州。那中。那我还年轻，我还能理解。这样吧，兄弟，放我这吧，放我这，我给你留个3天。到时候给家人协商一下吧，行吧？就我尽量还是别买。协商啥？没事儿，啊，那老板，我看你实在人，我好好给俺爸说一声吧。关于这个谈对象事，俺爸还是比较支持我的。那只是你直接交这留住，给他要联系资金不就行了吗？好，老板先那样说吧，回去给俺爸说说哈。中中中我中，先给他，放好放好，好好好，好，慢着啊，兄弟。好的。